咗場地觀眾咧歡迎你哋，但係咧希望你再入，再嚟再先。請注意安全，及照顧同行嘅小朋、長者、輪椅使用者及有需要嘅人士入場。请注意安全，急救护士。中国队，中国队。好啦，我哋而家正襟一齐欣赏啊！诶，点解咧？我哋好耐冇喺现场可以欣赏到中国女排嘅练习。首先，我哋一齐全场俾啲掌声，中国女排先。就系你哋入场嘅时候，就做咗一啲滚动左右边嘅防守练习。咁而家咧就系做一个。叫做攻擊配合全球手，即係二全手的一個訓練，我哋一起看看中國隊點樣練習啊！咁啊，剛才副攻就連續做兩下攻擊，咁而家咧我喺。香港我哋其實有好多練習，啲球員咧有幾位咧係高過一道門嘅，咧去咗上一個講座關於教練嘅，咁當時咧中國隊教練就講啦，而今日排球咧發球個取勝點咧就喺個扣個發球個拖。發出嚟個速度，咁就留意一下啲自由防守球員點樣接發嗰位男教練啊！中國隊另外咧都想俾大家知道，我哋已經四年冇喺紅館舉辦。喺較早之前，小弟有機會咧聽到中國女排其實係一路都講係最中意嚟到香港站見到香港嘅觀眾，佢覺得香港個觀眾咧係最熱愛。没事，我完全是安全的，是。好了，给你掌声，大家同我仔咩？系咪你哋都想落嚟啊？球员嚟猜球，佢哋一出嚟就嗌，听到你哋讲或者你哋嘅欢呼声咧，佢决定成队出嚟教我哋啲学生，犀利啊！呢一个训练啊，难得嘅机会。来的是有反手球员王梦洁，梦洁过来一下，对。我们呢去做那个垫球的训练呢，那你有什么的技巧或者是对训练的要点可以告诉我们吗？首先两个手抱住之后还是尽量去绷直吧，然后就是用这两个面，就是尽量的往外翻一点，让自己出球的这个面过不宽，就是接触排球的面越大，然后我们就越稳妥。嗱，頭先佢下手個動作一定要揸緊隻手。第二，要盡量做大啲嗰個面啊。咁同埋咧，一定要揸得夠緊。俾啲掌聲啲學生啊，好好玩係嘛 ？OK， 好，我哋而家上手啦。上手我哋而家要揾二傳手啦，請你幫我掌聲掌聲出嚟。你而家睇到波究竟係啱唔啱入唔入啱位咧？就係睇下你手指嘅三角形係咪可以過到個排球嚟到你嘅三名嘅手掌嘅位置啦。哇！呢邊後攻啊 ，Mabel， 佢同世界
級嘅二傳手冊嘅上手。香港嘅球員啦，自己就好，翻過嚟俾中國女排噶。好幸福噶啦，快啲嚟啦！咁中國女排咧就會喺旁邊咧，就好似教練咁樣咧，係指導下我哋香港嘅球員點樣接波或者係點樣去扣球嘅。好啦，香港嘅球員咧，我哋可以企喺三米線嘅位置。好啦，香港嘅球員去扣球，係啦，中國女排就指導大家。咁所以咧，你哋而家係要殺波嘅。对，你们看到他们后的不好的地方可以跟他们说，好的也可以跟他说，来啊，非常好，可以放心中扣下去，他们都能打上垫起来的。我看到温杰在扣球，我们就打一个三打三的比赛。那在最后的30秒当中呢，可以先请中国女排。咁啊，輸咗咧就要俾下一 round 嘅球員噶啦。對啦，如果是我們學生贏了，他們可以繼續打。好嘅，好嘅，咁啊，而家會有袁心源啦、楊涵咁啦，同埋黃華啦。哇！真係打啦，真係打啦！哇！真係起殺波啦！打得好，俾多啲掌聲喎！不要过三米线，我觉得。可以放心打的，他们最开心你们扣他。好了，今次呢中国女排呢就派出顾欣欣，真的很冤枉，那个传手徐小婷，还有王宇轩，好俾翻大锤一个啊，中卫同埋宫长宇。哇，好難得的機會啊！哇，来准备，他们赢了，你们可以留下来，对。中国女排变成金军啊！俾啲掌声佢香港嘅球员。我头先听到刁林宇话机打死佢。换一队，好，准备，这个男仔，他们是男生啊。系啦，边个上咧？系杜青青。哇！好出去，拜拜。好啦，入嚟啦，加油！香港嘅男排，香港嘅男排，俾啲掌声鼓励下先啦。嗱，今次咧就唔掉波啦，我哋揾人发球，我哋请队长帮我哋发球，俾个发球啊！队长。好嚟啦嚟啦，嗱，杜青青开波，嗱，睇下你哋点接啊，男排。好到位嘅一传，升翻俾佢。
六个，看我们解边主攻手是谁？我们主攻手王梦洁，后了。王梦洁进攻得分，这边女孩上去了。十几个，好球啊！好了，王梦洁，红梅你啊，学上小心，小心小心啊！今天小心，我的。我都行，我李维美掌声先。好，我们先赢啦。老板呀，对。好了，到中国女排的进攻。谢谢所有的球迷们，谢谢你们。好，我们全场欢迎一个掌声给中国女排，谢谢你们。好，同场，掌声给我听听。好的，好的。掌声欢迎中国女排，来，掌声欢迎。好，欢迎你们的掌声奉送中国女排，希望大家在下星期的比赛可以赢得胜利。可以跟我来这边，然后就是观众的这种给我们加油的这种。现在先采访吧。所以在香港站，好需要的所有观众入嚟场地支持，我哋希望香港站的四场比赛，在我哋香港的支持下，我哋中国女排能够攞到八胜，明白咧？因为中国女排真的要休息嘅，所以我哋唔能够无限咁样签名。我觉得我们也是有三年没有见大家了，然后也是非常想念大家吧，见到大家我们也非常开心。掌声鼓励一下好吗？三年冇见大家咧，嚟到香港咧系非常之开心啊！